梦想成真，安家海边。哇，太美了，这个太美了！我天哪，这个美得没道理。哇，真的，开门就能看到大海，好浪漫啊这里。哎呀，不知道师傅他们什么时候来啊？一家团聚，惊喜无限。我们去过向往的生活了。一听他们是下了高铁去了，他们都安排好了。一会儿师傅来了，我们都这样。师傅，安排。要躲箱子里吗？终于来海边了。今晚10点，特伦苏向往的生活。